会是群英会。他刚这相声恋爱大师啊，其实就是教别人谈恋爱啊。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两位演员，应该说他们正是谈恋爱的黄金年龄啊，就是小方小霍啊，两位小帅哥。你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是谈恋爱还是搞创作啊？一边是搞创作，一边是想着谈恋爱。哦，就是光想着没别的实际行动。因为是实在没有女孩找我啊。是啊。你也不去找别的女生？不敢。你抓我头啊！这你怎么就社恐？哎，这我得给大家披露一个事情啊，就是凡是我和小方共同好友的女生，长得比较漂亮的啊，每条朋友圈我在下面都能看到她的评论，就不社恐吗？我才在微信里面说嘛。那个小方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你还是集中找一两位先聊一聊比较好，每一个都评论就跟每一个都不评论也没什么区别了啊。我喜欢全是生活，行吧？那这个我觉得，作为年轻人啊，能够有条件追求爱情的同时，还是把更多精力放到事业上。最近创作什么新作品了吗？创作了一个节目叫《永远的铃声》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方家伟、霍星辰，有请两位。霍老师啊，问你一个小问题，您说呀。你平时生活当中怕响吗？怕响？哎，我是说相声的，我怕包袱不响。怕响怎么可能呢？没有的事啊。那个误会了啊，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。那您说的是什么？我说的是响声，明白吗？响声。明白了。这个演员说话有口音。相声俩字他不会说。来跟我读相声。响声，响声，响声，响声！呸！你要干什么你？你怎么？你是脑子有病吗？你这不是你说话说不利索吗？响，动静，声音，明白吗？哦，就你说的是一声巨响。哎，怕吗？那也没什么好怕的呀。不怕呀？不怕。那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呢？各位，我就怕这个响。怕响？哎，对了，啊，是啊，尤其闹铃的声音，我最害怕。诸位。见着新鲜的物种了啊！我头回见着有怕闹铃的，我真是怕闹铃。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从小就离不开这个闹铃。不是您具体说说，具体说一说。那就说我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吧。你是蛤蟆呀？你呱呱坠地呢？就是出生之后咕咕坠地。出生之后，只要是闹铃一响啊，甭管我饿不饿，我妈就给我喂奶。喂奶还得上闹铃？没，我爸当时也纳闷啊，喂奶还得上闹铃？你稍微等一会儿，这话是谁说的？我爸说的呀。怎么和我说的一样啊？巧了呗。哦，这是巧了。巧了呗。我闻到了一丝传统相声表演技法的味道。这你甭管。这话是你爸问谁的？问我妈呗。你妈怎么回答？你懂个六啊。这叫科学喂养。到了点儿就得吃饭。知道吗？不是，那孩子他要不饿呢？他刚老生的孩子啊，哪懂得饿不饿？这都得打好提前量。不是，那他要是不想吃呢？他不想，闹铃响，铃儿铃声响了，那赶紧喂奶吧。胡说，不是吗？该撒尿了，撒尿也上闹铃啊？我爸又问了，撒尿也上闹铃啊？来来，你等会儿，这话谁说的？我爸说的呀。怎么又和我说的一样啊？巧了呗。啊，又巧了。对呀。还问你妈啊？那她怎么回答呢？你懂个六啊。你妈那么凶悍呢？这个叫科学撒尿。哎呦，哎，小孩该尿的时候不尿，憋出肾结石怎么办啊？那玩意儿没有憋出来的啊。总尿裤子像话吗？跟你似的倒行了，20多岁呢还尿炕呢。没听说过谁呀？不像话呀。啊，这不像话，不好调理。那万一他要是不想尿呢？他不想，闹铃响，铃儿铃声又响了，那甭说，赶紧撒尿吧。胡说啊！该睡觉了，睡觉也上闹铃。我爸爸又问了，睡觉也上闹铃。你是缺爸爸是吗？怎么老把这职务往我这儿安呢？这干嘛缺这个？这不是传统技巧吗？这不传统技巧没有挖坑埋自个儿的。总而言之，铃声一响就得催我睡觉。那他要是不想睡觉呢？他不想，闹铃响。我就知道得是悲剧。这么说吧啊，我小时候总生活在闹铃的惊恐之中。干嘛还总啊？哎，科学睡眠，科学饮食，科学出行，
你经不住闹铃总响啊。你应该算闹铃的儿子。话的这好家伙的，我跟您说啊，小时候是比较麻烦，等您长大了就没事了。长大了，哎，那就说我3岁那年吧。你管这叫长大了？铃声又响了啊！那甭说了，这是该喂奶了不是，该撒尿了，也不是，该睡觉了，更不是了。那这是该上幼儿园了。哦，我把这给忘了。你忘了啊？那铃没忘。咦，铃声又响了啊！这是让你起床上幼儿园，干嘛？起床，这就起床。嗯。我还是个宝宝，干嘛呢？这是什么样啊？我都说了，科学睡眠，没睡够呢。没听说过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赶紧起，赶紧起，起！我敢不起吗？哦，我们家那铃响起来没完啊！啊，是啊，总在那铃铃铃啊！起床之后铃铃铃，哎，穿衣服铃铃铃，刷牙漱口铃铃铃，吃早饭铃铃铃，出门铃铃铃，路上铃铃铃，到了铃铃铃，这比耍猴的都热闹。到了幼儿园门口，那铃声又响起来啊！那是催你进去呢，进去。我不敢进去。我社恐。我宝贝儿，你才3岁，你就是个哀人了是吗？关键你想啊，3岁的孩子啊，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能不害怕吗？妈可也是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幼儿园，我都不认识，没爷爷奶奶，没爸爸妈妈，也没弟弟妹妹。要不你找找任老师的儿子，那靠谱啊！他俩社牛是吗？对呀，帮你一把。那跟是我社恐，玩不到一块儿去啊。那不是幼儿园里该学习学习，是不该上课上课？你别跟我提上课。怎么着？幼儿园上课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？怎么着？上课你别打铃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你一上课铃声一响，我生理反应，条件反射，怎么着？就想喝奶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喝谁的奶合适啊？喝谁的都不合适，身边人我都不认识。废话，那不能那么干，不能那么干、啊，哎，就熬吧，熬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我6岁那年，啊，该上小学了。这小学跟幼儿园还不一样，怎么呢？小学那铃声打得可勤啊，是啊，45分钟打一回，那你得喝多少奶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当时也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该断奶了呢？先生，您都6岁了，你是光长岁数不长智力呀？啊，这话不好听啊。不是，小学的铃声是让你喝奶的，那不然呢？那是让你学习文化知识的。我知道这道理，所以在铃声的督促下，我顺利的考上了大学。咱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，怎么考上的？铃儿。哎呦，你谢谢这铃声吧，没他你怎么过呀？考上大学了。哎呦，上了大学之后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怎么着？这个大学他也得考试。废话，你不考试怎么进大学呀？对呀，我当时我还在想呢。你说我都这么大了啊，还让闹铃管着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那可太合适了，毕竟你妈不在身边啊。怎么听你这意思，我得管那铃叫妈？你管他叫干妈也行。那铃一响我就考试去，不然你喝奶去。那哪像话，还是得考试去。考呗。考试。好，不就是考试吗？你咬什么牙呀？你一到考试我就恨老师。你凭什么恨人家呀？恨他们凭什么不给我复习呢？人老师都开复习课，准是你没去。对呀。我干嘛去了？你干嘛去了？你问我，你干嘛去？你自己说。我不就玩游戏去了吗？大学学习得凭自觉，知道吗？自觉啊！我没自觉过呀。怎么着？从小就是闹铃管着我呀。好，您自己不会定俩闹铃督促自己吗？我不定啊。自从我上了大学，我就在这个手机上把闹铃的功能彻底删除了，不要了。我就这么在没有铃声的环境当中潇洒了4年。生生玩了4年呢。我还告诉你，得亏我没上研究生，那要是上了研究生我就玩了6年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是吗？大学里光玩不学习，你完事毕业以后就业，这怎么办呢？就业再找呗。你找得到吗？你找到了，还真找到了，找着一份工作，那运气还不错。但是还得让我定闹铃。为什么？单位要求打卡上班，迟到他得扣钱，多缺德。这不是基本的规章制度吗？对对对啊，对呀，我挣你们钱没什么可说的，没话说。关键有那个不挣钱的也得让我定闹铃。比方说抢门票啊，抢火车票，抢演唱会门票啊。那是得定闹铃，这都得定啊。对，尤其是演唱会，那门票太难抢了。难抢就别去呗。我能不去吗？怎么着？我对象想去啊。
哦，都谈对象，拉着我一块儿看。嘿，去年11月啊，有一明星，嗯，体育馆办一场演唱会，瞧瞧吧。我定的半夜12点的闹铃啊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抢了张票啊，抢的还是山顶票。哦，那离得太远了，坐在最远的位置。嗯，关键那天听他唱那歌，我都来气。唱的什么呢？唱了一首《屋顶》啊，《屋顶》挺好听的。那我坐在山顶听你唱《屋顶》啊，嗨。就我这山顶离他那屋顶打个车都得80块钱，把他气着了，多缺德呀！还真是的。看完演唱会，哎，10点半，嗯，到家之后，嗯，我得定一个11点58分的闹铃。这是干什么呢？第二天双11，哦，要卡着点买东西，得买东西啊。哦，有道理。双11当天晚上，嗯，我还得定一个11点59分的闹铃。这又是干什么呀？第二天我对象生日。哦，这也是重要的日子，嗯，得定啊。不是，怎么为什么生日也得定闹铃呢？你是年轻人吗？怎么了？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年轻人过生日，嗯，送祝福都得卡点送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有这讲究，得等着12点。是是是，哎，微信上消息一发，嗯，人家甭提多开心啊。那是啊，我那天就是啊，59分，铃铃声响了，行啊，哎，拿着手机，哎，把我对象扒拉醒，哎哎，醒醒，给你发祝福了，就在你身边呢，是吗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呀？有仪式感。你这不闲的吗？结果坏了啊！自作聪明，怎么回事？我对象犯起床气了，嗯，哦，生你气了？哎，他气性大呀！哎呦呵，就因为这事儿，1个多月没理我。嘿，至于不至于？哎，1个多月过去之后啊，我对象跟我和好，嗯，头一件事就是让我定闹铃。这又干什么呀？双12。双12。嘿，买东西没完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双12过完还得定闹铃，又定什么呀？他妈过生日。这也得定啊，还这也得定啊！他妈过生日，他爸过生日，他爷爷过生日，他奶奶过生日，他姥姥过生日，他姥爷过生日，嚯，他女闺蜜过生日，他男闺蜜过生日，男闺蜜也归你定啊。咋这不求人办过事儿吗？这不怎么真有你的，就因为我方方面面都做得周全，嗯，给他哄开心了，是吗？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们俩结婚了，啊，修成正果了。结婚之后还得定闹铃啊？这为什么事儿啊？结婚纪念日啊！哎呦呵，这不能忘。那确实，大早晨的铃声一响，嗯，起来剃头洗澡，布置屋子，做烛光晚餐。好啊，往后我们两口子的日子过得那是甜甜蜜蜜。哎，真不错。没过多久，我们俩都有孩子了。那有孩子就再也不用定闹铃了，那更得定闹铃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定上闹铃啊，啊，方便给孩子喂奶。哎呦，回来了。怎么哪回都有这个花？哎，我觉得啊，这段相声听的确实让人挺有共鸣的啊。是，小芳怎么想起来创作这么一个作品？因为我就是特别爱定闹铃，我8点起床，6点40定。那就说明你经常忽略闹铃啊，想着你得摁了还得接着睡。对，这个毛病确实特别大，但改不了。哎，老吴最近应该说正在经历这个看孩子，是不是也要有这个上闹表、定时间、什么喂奶啊？这样我已经过来了啊，那熬过来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特别大，在那个时候。那，嗯，现在可能就是好多孩子好多了啊啊。最近创作什么新作品了吗？弄了一个，就是也是。啊，什么减压的一种，哦，一个作用。哎，这可能也跟你之前这个压力比较大有关系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嗯，那你觉得有效果吗？你这减压的方式？这个得具体还得问王志博，不知道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是，哎呀，压力太大。举个例子，对秦皇岛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嗯。然后他呀，在那个海边上，嗯，写了贷款2个字。哦，嘿，他想让这个海浪呢，给他。哇，把这个2个字给冲走一下就，哎呀，嗯，爽，嗯，没有贷款了。可是就在跟前，嗯，就冲不走。那我就见那个视频，这贷款2个字，那海浪人其实这不是怎么回事，那个都已经过了这贷款2个字了，但就给他留了这个负债，就冲不掉。这可他还这样。也不动，大伯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太大了。好吧，大伯这说的对吗？啊，我没听啊，没反应过来。这事儿确实有啊，咱生活当中谁都会遇到一些这个大大小小的压力，没错。但是要学会怎么去放松，怎么去解压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咱就听听二位这段相声，看看能不能解压，好吧？行，好，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吴丹言、王志博，有请两位。谢谢大家的掌声啊！哎，站在群英会的舞台上啊，心情非常的高兴。嗯，
那是啊。可是高兴之余啊，又有很大的压力啊。哦，有压力。因为每一次录这个群英会啊，我们都得提前去准备这个新的作品。是。所以压力会非常的大。对。好在呢。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。哎，是是是。刚才啊我上网我还专门查了一下。哦，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。哪四大反应啊？你看第一点啊。啊。忘了。想起来了。哦。就是记忆力减退。哦，记忆力不好。哎，刚刚发生的事情啊他容易忘掉。哦。啊，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反应慢。反应慢啊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第三点呢？第三点啊就是这个语次无伦。啊啊，不是那个论语无次语次伦，不是伦次语无伦次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。这个第四点呢就是易怒。易怒。脾气特别的暴躁。哎呦，因为一点小事情啊他就容易这个发火啊，特别的暴跳如雷。哎呀哎呀，当然了啊，这四点啊我们全不占。不不不不，除了第四点我们全占了。谁占了？你。哎哎哎，你这话说的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我在这儿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反应，你看看你。哎呦，朋友们，真的有时候相声嘛咱说的就是你，可是你一点一点，我真的我哎。哎呦，好嘛，又语无伦次了，您看了吗？我，啊，哥，你这压力太大了，你需要缓解缓解啊，缓解缓解。不过好在啊，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啊。哎，刚才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呢，哎，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。又回来了，哎呦，这个小子，我跟您说呀，哥，你要持续这样下去，你的健康可太不好了啊。不不不，你需要缓解一下压力。不是缓解缓解，不是我不想缓解呀。啊，可是这个压力啊我是真的控制不住啊。不是，人家不说了吗？就平时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种点这个花花草草什么的，是可以减轻一些的。这个不管用。不管用。我试过啊，不前段时间嘛我就接触了一下这个园艺。园艺？哎，种树。您看看他这一张嘴啊就种树啊。对呀，知道什么叫园艺吗？园是园，艺是艺，植蔬果花木之地而有番者为园，学问技术皆谓之艺，因此栽植蔬果花木之技艺谓之园艺。哎呀，这个我还真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说白了就是种树。这不跟我那一样吗？这不是。哎哎哎，这种树是种树，关键你得看种什么样的树。种什么样的树啊？蓝桉树。蓝桉树，哎，这是一种有毒的树啊。而且呢它会杀死身边的一切植物。哎呦，我够狠的。只有四怀鸟才可以在这种树上栖息啊。一种树落一种鸟。哎，人家那个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首诗，就是蓝桉以喻四怀鸟。哎，这怎么写的呀？蓝桉以喻四怀鸟。不爱万物唯爱你。四怀来去无归期，梦回已逐浮云散，我愿为蓝桉。还挺浪漫啊。啊，你吓我一跳。你哎，我就种这种树行不行？啊，行啊，种种。哎呀，种这么浪漫的树我能不种吗？对呀，说种我就种。但是这种树啊在中国很少见。是啊，因为它不好种植啊。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才决定不种的。合着白说了，你没种是吗？怎么着？哎，种树这是为了缓解一下压力嘛。其实啊可以找一些别的可以代替一下这种树啊。那您拿什么代替啊？仙人掌。仙人掌。哎，大伙儿啊您仔细听听啊，蓝桉树仙人掌。哎，听着就那么相似。哎呀，也不能说一点不相似吧。哎，可以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然后我就是等啊。等什么呀？等四怀鸟啊。啊，您等来了吗？哎呀，等了两个星期啊，一点动静没有啊。哎，当时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那京班了。京班？哎，大伙儿听啊，四怀鸟京班，嘿，听着就那么相似。哎呀，哥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，这个听觉也出现问题了？当时我就决定了，给我们家那京班改名就叫四怀鸟。不是，你
改名干嘛呀？我给他洗脑啊。这管用吗？我让他误以为自己就是释怀鸟。哎呦，这压根不管用。哎呦，经过俩月的训练啊，哎呦，您还别说啊，我抱着我们家那释怀鸟，那就是京巴。你不懂啊，抱着我们家那释怀鸟，我就放在了蓝桉树上。哦，这效果怎么样啊？打那以后，我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这释怀鸟它爱咬人。废话。你把京巴放在仙人掌上，它不咬你，它咬谁呀？当然了，我也明白啊，毕竟这狗它不是真鸟啊。但是你这个人是真狗啊。我这不是为了缓解压力吗？啊，是是，我跟你说哈，缓解压力啊，方法其实有很多种。嗯，你要不行的话，你出去溜达溜达，出去转转不也行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替我着想啊。不，我是替狗着想。哎呀，出去溜溜去，嗯，走走去。这不前两天吗？我那朋友给我打电话了啊，说他开了一个马场，让我出去玩玩去。哟，马场可好啊？马场知道吗？啊，马场这是现在一种高端的休闲活动啊。是啊，不过啊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，去那个马场里边就为了摆拍去。啊，就是为了拍照是吗？但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！您呢？您看，咱都到了马场啊！啊，骑马咱不得骑马吗？哎，嗯，哎呦，这我突然间没反应过来啊！好嘛，您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？骑马得骑马，不是？我先问问你，你会骑马吗？呵，我太会了。是啊。哎呦，不瞒你说啊，只要这匹马在我跟前这么一过，哎，我就能分辨出来它的脾气秉性还有品种。哎呦，你还有这本事呢？那可不嘛。我换上了专业的马服，我那朋友牵过来一匹马来，呵，当时我是大吃一惊啊！啊，怎么呢？这马我不认识啊！你不认识？哎呦，这马它是通身雪白，哦，一根杂毛没有。哦，白马是，可是它跟别的白马还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您看啊，人家别的白马呢是那个短毛硬鬃，对，可是这匹马呢它是长毛软鬃。哎呦。我初步判断啊，这是一匹来自这个极寒地带的代步马。哦呦，那你骑上它试试不就完了吗？还不能骑？怎么呢？我不了解这马的脾气啊。哦啊，贸然骑乘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的。那怎么办？我得先让它跑一圈。哦，先这样。我先看看这马的脾气秉性。先试试。我那朋友撒开了缰绳，再看这匹马，蹭一下就窜出去了。哟呵，健步如飞啊。是啊。当时给我吓得是一身冷汗呢，幸亏我没骑啊。这要骑上去非得给我摔下来呀，这马太有野性了。这是什么马呀？不知道啊。可是这马呀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的叫声很别致。啊，它怎么叫的呀？一叫这样啊，一叫这样，哇哇，狗啊，这别散热了，还通身雪白，这什么马呀？这分明是萨摩耶。什么萨摩耶呀？人家这是马场，这不狗场吗？你这就是外行。老外行。我看这马太有野性了。哦，这样吧，我先训训马。先训训它。哎，我拿出来这个马鞭啊，冲着地上啪这么一扔。哦，嘿，您还别说，怎么着？这马它是一点不害怕呀。这么厉害？反而冲着我还一通嘶鸣啊。哦，您要说它是对您一通狂吠，这倒是更合适。哎呦，我一看这硬的不行，那我就得来软的了。怎么弄呢？我得跟它先拉近距离啊。哦，哎，我拿出了这个专业的驯马圆饼。驯马圆饼？哎，也就这么大个儿，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外这么一扔。就看这马蹭一下就窜出去了。哟呵，这马太灵了啊！还没等这圆饼落地呢，在空中啪就叼住了。这不狗狗飞盘吗？哎呀，再回来我跟这马的关系可就近了。废话，你还陪他玩了呢。啊，我呼噜呼噜马的鬃毛，我一看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，我就顺势往下这么一坐，可坏了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还是没训好啊。啊，这马一回头冲着我吭哧就是一口。啊，真咬了呀。哎呦，当时我那个血是哗哗的往外流啊。我一想，完了啊。怎么了？我让马咬了，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啊。您琢磨着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甭琢磨了，这儿咬着我还不撒嘴呢呀。哦，哎呦，当时我就决定了，让我这朋友他必须把这马卖给我呀。不是，他咬你，你怎么还买他呀？我买他是为了缓解压力呀。缓解什么压力呀？我把他买回家啊，当释怀鸟。哎，又回来了。听完这段相声，我觉得大家的压力都有释放啊，但这个时候应该任老师的压力在逐步上升啊，因为马上就要到您这个大咒登场了，要来跨界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
很多嘛，嘿，红红都跳，我们听到了，紧张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呢，这段作品还很有难度哎，您怕冷场吗？我怕，没事，您放心，有我们冷不了场啊。对，那个王志博，你出去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舞台交给任老师和梁媛，有请两位。不是，老师，您是不是忘词了？你看你不懂艺术，你这人，我刚才不是说的埃尔帕西诺吗？我这在，不是您等会儿，您就是忘词了，您别找理由了，行不行？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啊！哎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一上台啊，我得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刚才不是都聊了半天了吗？那我得重新介绍一下呀。啊，那您说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任正非。任正非。自己名字愣能给说错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相声的套路啊。你看哈，这一上台故意说错自己的名字，以达到这个搞笑的目的。啊，还真是这样。哎，这个相声的套路那太多了。啊，那您说说相声还有什么套路？有啊，你看，比方说俩人一上台哈，非常的礼貌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、啊？就这么客气，哎，讲的不好啊，请大家多多担待，多多担待，哎，多客气，哎呀，这一上台看见大家伙，我这心里啊，甭提多高兴了，哎呦，这就有点过了，哎呀，你说这心里紧张的，恨不得给您磕一个，哎，不是，您怎么不磕呀？哦，这个由你展示，好到我这儿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相声的套路。哦，你看铺垫三番以后呢，把这事儿甩给你，这不就有包袱了吧？您看，别说啊，老师对相声还是真了解。不是，我不是对相声了解，我是对这个套路啊，我有研究。套路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生活当中啊，这各行各业它都有它自己的固定的这个规律哦，套路。那您说，就是您对这个套路方面哪行业您是最有研究？手机行业呀、啊？怎么手机行业呢？因为我是任正非呀、啊。您就别抖包了，您说点实际的。好，那咱就说说这个影视剧行业啊。哎，对，因为您是影视剧演员啊，那您说说这影视当中都有什么套路？哎呦，那还真不好说。哎，您不有研究吗？不是，他说不完，那至于的吗？太至于了！啊、你说这影视剧行业哈、啊，咱套路太多了啊。那您说说，你看这个，比如说这偶像剧啊，这个女主人公马上要摔倒之前，这男主人公准保会出来救她。嗯，哎，你看这俩人经过这个360这个慢镜头的旋转哈、啊，俩人一对视，这女孩呢会倒到这男孩的怀里，然后呢接上吻了。你看过这个呀？哎呦，我太看过了。我跟我媳妇还试过这个，那你们小两口还挺甜蜜。哎呦，当时我摔在她的身上啊，俩人深情的一对视，然后热烈接吻。哎，没有，她给我说了一句话，什么呀？滚！你压我头发了。嗨、哎，虽然说呢，这些事情放在生活当中它不太合理啊、哎，对，但是你放在电视剧里头啊，哎，你再一看这桥段，它就会显得这个特别的浪漫哦。这个就是影视剧的套路，是，而且这个套路啊，它还没法改哦。那您说说还有什么套路？那太多了，这影视剧的套路，武侠剧你看过吗？哎，我最爱看武侠剧。对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人咳嗽的时候啊，他从这兜里掏出一雪白的手帕，往嘴上这么一捂，然后呢，拿下来定睛一看，准有血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套路、啊。哎，那要是不按这个套路呢？不按那套路走啊？这人咳嗽的时候，从兜里掏出一雪白的手帕，往嘴上这么一捂，然后呢，再拿下来定睛一看，什么？一碗白米饭。好嘛，这不吐了吗？这就是影视剧的套路啊。那您再介绍介绍，还有什么套路？有啊，你看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刽子手行刑的时候啊，哎，他这大刀举起来这么一个同时，哎，一定会有人喊刀下留人，哎。拿脑袋一撞墙，失去记忆；再一撞，恢复记忆。要金盆洗手呀、啊！哎呀，那准死啊！你看，你都知道啊！哎呀，了解。那得，那你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影视剧的套路。好，哎、那么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影视剧中的套路。这个影视剧中啊，
不，怎么我讲上了？你还知道是我说呀？对呀、啊，您讲。叭叭叭的又说上了。对对对，那您说，您说。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影视剧的套路呢，它虽然让大家看得很俗套，嗯，但是呢，它还真的就不能改。哎，我觉得不是这样。您琢磨现在这观众啊，那影视剧都看了多少年了，那些个套路大伙儿都看腻了，应该改变一下。改变一下？那当然了。那好，那你说说这个剧情他怎么改啊？您说哪个剧情啊？就是一个叫阿斌的角色哈、啊，被人打了一枪、啊嗯，然后呢，在中枪倒地之前，被一个叫阿良的给抱住了。哦，这个情节、嗯、啊，不是，哦，合着我是那阿良，阿斌，阿斌，我去追凶手。不，你不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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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现在。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这个案子给我查下去。我一定会的。是谁打的你？我已经看见开枪打我的凶手了。是谁？这个凶手就是，他就是。哎，阿斌，阿斌，阿斌，你好了。先出戏，出来。哦，演完了啊、嗯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这就是影视剧的套路吧？在死之前呢，嗯，他还真不能说出这凶手的名字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说他要说出来了，这戏怎么往下走啊？这套路他不能改呀、啊！哎，您这个话我不敢苟同。那狗怎么想啊？我是这么想，我咬死你！你看入戏真快，谁入戏真快呀、啊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刚才我都说了，人家观众都看腻了，应该改一下。改一下？哎，改一下可没法看啊！哎呀，试试啊！你准备好？准备好？不是，哎呀，太快了！阿斌，阿斌，我去追凶手。啊，不要追啊，不能追，不要去追，你要留下来。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案子给我查下去。我一定会的。是谁打的你？我已经看见开枪打我的凶手了。是谁？这个凶手就是，这个凶手他就是。阿斌，阿斌。哎，我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凶手大概的长相啊。这个人呢，他住在天津市虹桥区东河沿大街幸福小区5号楼3单元405，进门第二个上下铺住上铺那个人，他就是凶手。好嘛，您知道这么详细、哎、别说话，我都快不行了。这个人呢，据说长得比较潇洒，非常漂亮，很帅，在天津电视台工作。哎，这个是个主持人，艺名叫球球，本名叫裘英俊，就是他开枪打的我。那我现在我就追他去。你不能去，你去什么？你听我说，你现在首要的事儿就是你赶紧给我叫一救护车啊！哎，在救护车来之前呢，你得把我放平在地上，然后脱了你的衣服，给我垫一个枕头让我枕着，然后呢，你还得在我身边呢，时不时的推着我说：“阿斌，你得醒醒，你不能睡啊，你赶紧醒醒。”等救护车来了以后呢，你还得跟着这救护车一块跟我去医院。你一见到主治大夫，你得跟他强烈的要求，你赶紧把他救活，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救活。这不全是套路。快不行了，你不是我快不行了，怎么了？不是你生命力太顽强了，你现在必须得把我扶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压我头发了？别压。好，谢谢刘老师，谢谢梁文，再次请上各位演员们。哎呀，听了这段相我才知道，感情最后这凶手还是我，是吧？但这段确实表演得特别精彩啊！再次感谢任正民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群会当中，也期待着您未来在影视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节目。谢谢您，谢谢任老师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下周23的晚上9:20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天津卫视群英会，我们下周再会。